人生不变气。咁三个男人同人争执之后，俾人泼液体同埋点火烧伤，佢情况危殆，难以绝无挂虑。有人又将燃烧弹掉向校园内嘅杂物，火光红红。一个七十岁食环署外判清洁工被人用砖头击中头部，而家情况危殆。自细生于这共济之地，多少爱的歌长留在这地，携同踏过高与低，亦无忌，只因这小岛太美丽。直到今天，反暴力，不要捉人手啊！